这个音乐里面表现的，其实我觉得也是我的人生的对生命的这种感悟。我的音乐跟我的生活跟我的工作还是分不开的。我在殡仪馆工作，属于武汉市民政局，武汉市民政局，武昌殡仪馆。然后我是这个防腐整容科的主任，这个防腐整容这个怎么讲？殡葬行业吧，我们这个殡葬行业属于这个特殊服务行业。我们得尊重死亡，我觉得死亡很伟大，我觉得死亡它是一面墙，一面很厚的墙，这个墙后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如果说你真想知道后面有什么东西，你只有自己去体验你才会知道。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它很伟大，它很神圣。我们也有一些作品是赞美死亡的。我不怕死尸，我不怕。其实我觉得真正可怕的是活人。死人有什么可怕？死人不会伤害你，活人会伤害你。死人其实很安详的，就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那种什么大脸的那种血啊，什么血块似的那种什么。我们的《消逝河流》音乐是有旋律的。我的音乐里面没有太多血腥的东西，我觉得我见过的血腥太多了，所以说我的音乐里面，我想里面是一种灵魂，而不要这种尸体，我只要灵魂，不要肉体。作为武汉的最老的一支重金属乐队，我们计划明年进棚录专辑，这是我们第一张专辑，希望大家支持。有很多朋友通过网络认识我们，还有很多很多年来一直默默在支持我们的一些朋友，我都记住你们的。我们武汉的乐手呢，他基本上也不全部都是武汉人，他也来自四面八方，来自各个地方。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武汉，其实我们整个武汉的音乐氛围是非常的广的，非常多的一个地方，各种样的好的风格，好的乐手都有，我这样感觉的。同时在武汉它是一个很燥热的地方，大家都是很沉不住气的，比如说张宇，就是他就是典型的武汉人脾气，来得快去得快。所以在武汉来讲，我们年轻人所喜欢的摇滚乐这种形式也是比较燥的一个形式，不管是朋克也好还是金属也好。那么在这种燥的情况下呢，自然也是一波的起来，然后一波下去，一波起来，一波下去。所以我觉得对武汉音乐，不论是古典我们传统音乐也好，还是我们现代音乐摇滚乐爵士乐，任何东西也好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并不是音乐的发展，而是如何留住我们的人。今天这个我们待会儿要去那个雷神哥，这个歌是个新作品，无冕之王，无冕之王。这个其实这个相对的表达的比较内心的一些东西，内心一些思考。他的歌词第一句就是：是你的内心里的那头野兽，将它饲养却难以驯服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头野兽，有的野兽你是可以将它驯服的。如果说你可以将它驯服，你就可以控制自己。我觉得我的内心里面的那头野兽，我控制不了，我控制不了这头野兽，所以说我才会一直站在这个武汉重金属的舞台上。Oh, boy.